我回到家了，这个就是我家吧？没有问题吧？我回到家了，哇哇哇！回到家会不会马上就突袭展开？哎呦，好像很棒哎！有了，来了，突袭来了，不作死就不会死的突袭来了。突袭要来就来哦，哦，来打架哦！我应该要先把一些就是坑坑巴巴的洞先补起来，让他们不要冲出去，对不对？先把我身上一些垃圾放到箱子里。哎，我发现我的村民会太紧张，一直从这边摔下去。哎，你们不要紧张，我在这边帮你先放一点栏杆，好不好？你们不要这么紧张。我都不紧张了，你们紧张什么？然后顺便我把入口这个挡起来了齁，这样子我就可以这样子小碎步这样走出去。哎，等一下，小碎步这样走出来齁。这个我这边的村民一直被射，哎，我要改一下，把那边的那个方块弄高一点。好了，他刚刚好像是从这边来的，是不是？那我把这边垫高一点。哎呦哎呦，有人射到我了。我在这里好像很厉害，好像很强，好像很强。我现在应该不应该用弓箭跟他打，对不对？哦咻哦咻哦咻，死吧你！哦呦哦呦，死吧你！还有谁？死吧你！这样可以了吧？直接跟他硬碰硬，有没有？还有吗？还剩两个人，还剩两个人躲在哪里啊？欸，躲在那边，顺便修个翅膀，修个无限弓，太贵了，不能修嘞。哇哇，没得修了，没得修了，我只好重新打一把了。这一把只能放水流了。剩下的人在哪里？在这里，我来打架咯，打架，打架。打架啦，还有吗？打架啦，打架！嗯哼，哦耶！突袭第一波结束，好好好，我们再走进里面。第二波突袭来了，第二波突袭在哪里？哇、哦，他们从山上来欸！我为了确保我这个村民的安全，我应该要全面堵起来，对不对？嗯，以免你们被弓箭射到，这样太危险了齁。你们哎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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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打了不打了，要怎样打就来啦，好不好？来哦，过来哦，不要一直在山上，直接来打架啦，突袭！我在这里，过来打架，过来哦。这个，哎，他们为什么要一直跑？啊，过来打啊，跟我打啊！你们在跑什么？你在跑什么？跟我打啊！你在跑什么？不要绕跑啊！哦吼，哎呦，哎，打赢两只了，他为什么不打？啊，过来跟我打，过来跟我打，你为什么不打？啊，你不打我来找你，好不好？他们都在这哎，我把他们打下去。哎呦，你们为什么不打？来打来打来打打，跟我打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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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下来下来下来，哎，自己射死自己人呢，得下来啦，剩一人了，剩一个躲在哪里？哎，有人射我，在哪里射？从这里，好好好，来打啦！哦咻，好了好了，这一波又打完了，哎，这一波轻松又写意，第三波又要从哪里来？噔噔噔噔噔，一直敲钟有没有？第三波，第三波从这边来。好啊，要来我们就来打啊！没在怕你们的有没有？都直接冲出去有没有？有够大胆！反正这些弓箭也不会痛。哎，等等等等等等，有野牛了！扭牛不行，扭牛会痛。哎咻哎咻破咻！哎，牛死了，太好了！牛死了，牛死了就不用怕啦。射死你们！射死你们！再来啊！再来啊！你们自己人射自己人！
哦咻，哦咻，哎、欸，真的被射死了，哎、欸，结束了，剩一个，剩一个在哪里？不要每次都要我去找你们好不好？出来一点，排排站给我打，他不会掉到这个洞下面吧？应该不至于吧？还是这一个洞窟下面？嗯，哎、欸，真的、欸，还要去找你们，很累、欸，找你们。哎、欸，还在吗？还在吗？哦，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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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要去找你们很累，我应该要把这个洞补起来，对不对？不要再让你们掉下去了啦，还要去找你们，我竟然还在这边补这个，太白痴了，有没有？他们在哪里？在这里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他们从这个苦力怕生怪塔冲过来的，那我从这里面打好了。哎呦，我走这里，走这里，走这里，哇，嗯。我都直接出去跟他们打、欸，感觉好神勇哦！在上面，又在上面。哦咻，先打这个好了，走开！哎哎哎哎哎，被摸死了！我再上去把他们打下来啦，真的是。哎，这次有女巫，女巫不要走！哦咻哦咻，直接过去冲过去砍！哦咻。中毒了，中毒了，中毒了，中毒了！哎、欸，中毒有损血吗？好像也没什么损血。哇，我的防御这么厉害哦！中毒都不怕哦。好啦好啦，还是吃个金苹果好了啦。既然有中毒，怕死有没有？吃一下金苹果，哎、欸，打下去，打，我打，有点爽。打下去会摔死，有没有？有点爽，再来一剑，没在怕的，不要走，补什么血？哎咻，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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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第三波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还有一个，第三波结束了，第三波结束，我去睡一下觉，好像要晚上了，好了，睡饱了，睡饱继续我们的第四波啊！哈哈哈，秋风没在怕你们的，打到第四波了。第四波开始是不是有那个幻魔者？哎、欸，从这边来，从这边来的。我想说你们在哪里嘞、欸？有牛的话，牛的话就要弓箭，这样比较安全。咻咻，哎咻咻，哎咻哎咻，哎、欸、等等，不要阻止我射牛。不要阻止我射牛啊！你们，可恶！我的弓箭不是来射你们的。哎呦哎呦！好了，牛死了，太棒了！哼！好了，死吧你们，死吧你们！哼，第四波结束吧！哦咻哦咻哦咻！哇，这次的弓箭比较多哦。哦哦咻！哎呦哎呦，我有点。有点不行了，再打，快要结束了，快要结束了，哎哼，哟吼，来了，第四波完结，哎，还剩一个，在哪里？啊，又剩一咪咪血，不会又要去地底下找吧？哎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幻魔者死。哎、欸，等等等等等等，哦，这个小妖精，我没有时间等这个小妖精，对不对？哦，哎、欸，里面有铁巨人哎、欸，铁巨人身在里面，好像没什么录用，对不对？哦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好好好好好，他往旁边一点好不好？哦咻，哦咻，去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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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吧你们，直接近距离跟他们 PK 哎、欸。第五波哦，乖呀，来哟、哦！突袭没在怕的啦，你在扶吗？在扶吗你？去死，去死啦！有了有了有了，幻魔子在前面。哦呦哦呦，下去吧你，下去吧你。等等等等，这次真的要死了，这次真的要死了。剩三滴有没有？不
不能再这么大意了。刺激的 3D， 哎咻，好啦好啦，哎咻，哎，他漂移闪过我了，还有吗？还有两个，刚刚被我打下去那两个是不是？第五波幻魔者开始，我要小心一点，不能再这么大意了，不能再这么随意了。前面那几个打不死我，幻魔者可以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不要再召唤了啦你，死了你，还有吗？哎呦呦呦，小妖精，这个，死了你。好了，第六波来了，哦咻，哇，打完五波了，前五波结束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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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第五波从哪里来？从这里，这里有吗？没看到，这里哦，从正面来，从正面来，我骗他们去水里面。哎咻，哎咻，不要再叫小妖精帮你挡，好了，死掉了。哎咻，哎哎，那个好像有一个不死图腾掉到里面，对不对？哎呦哎呦，哎，这个我要先杀死上面的，不然小妖精太多了。先射死，射死，射死！哎，哎，怎么不见了？哎，忽然不见，看不到人哎、欸！哎哎，有有有有有，他们在水里面浮来浮去啊！他们在水里面浮来浮去，哇，这个野牛都不好打。我去，哎哎，我的弓箭断了！哇，我只能用这个了，耐久贯穿。哦咻，只能这个了。哦咻，哎射，我射，哎呦呦，这个真的要小心了。哦咻，哦，远离一下，远离一下。哇哇，我的天哪！哎，他们怎么爬进来的？我的天哪，他们太强了。哦咻啊，射死了，射死了，射死了。好了，不怕了，不怕了，不怕了。哦吼吼。没有幻魔者了，没有幻魔者就好。哎呦哎呦，小扭扭，等等等等等等，扭扭，扭扭好痛哦。哎哎哎，等等，让我开一下。可恶，好痛哦。哦咻哦咻，我跳我跳，跳回去，跳到家里面。好好好好好，先进家门。等等等等等等，剩三滴了，先吃一下补一下血。我刚才应该是被小妖精蹦蹦蹦一下，还好没事，没事就好。小妖精到处飘，这里野牛在这，先上旋，喂，喂，我那一把弓消失了，真是可惜啊。哦，他们是牛推牛哦！我想说你怎么过来的嘞？居然是用牛推牛的战术。牛推牛，好了，跳过来了。哼哼哼，这样子就没有办法再推来推去了吧？哎，哦，慢慢拉弓，然后这样射，一定可以赢的嘛！牛推牛，你们太无耻了！好了好了好了，另外一只也过来了。哎、欸，你上面的那一个怎么不见了？我去，哎咻，你怎么不见了？不见了，不见好可惜哦。本来我想尽情的远距离射射你们的，那个弓射到一半断掉，我觉得真的很可惜哎。不然我那一把弓其实蛮强大的，应该可以很好的对付。幻魔者的说：“好了，把这些安吸回来。我目前哇，我有四个安嘞、欸，安快要堆满我的身上了。我把安先放到仓库里面，好不好？然后再出来跟你们打。这里还很多人呢、欸，远距离的先打。哎咻，哎咻，死吧你！嘿嘿，死吧你！死吧你！死吧你！哎咻！”哎咻哎咻，
他们都卡在这里，我觉得还蛮好笑的。我是不是有一个不死图腾？对对对对，不死图腾在这里。哎，还有这么多人哦，人去哪里哦？我在这里哦，新鲜的肉在这里移动哦。哎，他们都卡在这里啦。八七哦，他们卡在这里。哦咻，快快快快快，先解决这个，不要再换了，不要再换魔了。他们八七卡在这了啦。太八七了，有没有？剩一只了，不要跑，不要跑，往哪跑？你这个死八七，出来跟我打！好了好了好了，这一波也结束了。哦，晚上了晚上了，晚上要睡觉了。不睡觉，晚上我不打架的啦。我要遵循这个原则，晚上不打架了。再来哦。这是第八波、第九波、第七波，不知道第几波有没有？哎、欸，砍！看到人先砍有没有？人在哪里？哇，牛牛的，不行，牛的会很痛。又有幻魔者，又更痛。我们要先跑。我咻，我咻，从这边跳进去。这个用这个射。我咻，我咻，幻魔者你不要动，乖一点哦，也不要再召唤了。哎呦，没射到。喂、欸，有了，死了，幻魔者被我射死了，射死了，射牛，射死了就没有，应该没有幻魔者应该还好吧？我现在应该最怕的是小妖精吧？我反而觉得那些扭牛还好哎、欸，扭牛不是问题有没有？呜、哦，哎、欸，等等等等，扭牛冲进来了，扭牛冲进来了。神经病哦，你怎么冲进来的啦？不要冲，不要冲哦，乖哦，先去死好不好？交给你了，我不想跟你正面冲击。喂，射我射，射死你！哇，又一个安了、欸。哇，这个我干嘛？我现在发现我干嘛大老远跑去打什么森林大宅啊？我直接打这个不就好了吗？大老远跑去打什么森林大宅，像个白痴一样。等一下，那里有幻魔者，那里有幻魔者，害我这边又被小妖精又出来了啦！小妖精实在太多了。哦呦哦呦，后面有人在偷射我。哎哎哎，好，跟你打啦！射个屁呀、啊，很厉害吗？射个屁呀、啊！回去，回去给我死！哎呦，这个是什么？掉出来是什么？哦，没掉什么。先把牛射死。哎，等等，有牛先射牛，先射牛。哎，我怎么把上面的人射死而已？要跳进去了，又要跳进去了。我们的一贯作风就是这样嘛，跳进来牛就没有这么容易进来吧？没有没有没有，牛还是很容易进来。牛还是很容易进来。我咻我咻，我走过来，我走过来，它会被卡住哦。这里有卡点，卡点，牛牛卡点。哎、欸，很棒哎、欸，我觉得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把这只牛干掉，那个我就可以近距离杀死幻魔者了。我咻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又一波又结束了，这一波不是问题，好不好？幻魔者在这里，哎咻，先杀幻魔者，什么都不重要，幻魔者最重要。哎咻，哎咻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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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有吗？还有吗？还有谁？还有在哪里的？近距离来打哦，到底要打多少波啊？我已经打得够多了、欸，可以结束了吗？啊，我觉得我已经打很多波了。哎咻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剩下的人又躲在这里。哎咻，躲在这里。哎呦哎呦，哎呦哎呦，谁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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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妖精小妖精，又是小妖精，剩下两个人了，啊，一个在这里。哎、欸，那其他的呢？那下面还有人吗？嗯，死了，绿宝石掉在下面，
剩下一个，别躲咯，出来哦，我在这里，在这里找到你了。每次要找你们都不容易耶，来啊，打架打架，来哦，村庄英雄赢了，欧耶，我是村庄英雄了，马上把这里劈开来，有没有？我是村庄英雄，大幅打折吧你们，我要做什么？重新打造一把强力的弓马是不是？哎，没想到打完这一战之后，有超多不死图腾的，超爽的。